再问一次有没有同学要逃单？有没有同学要挑战？不敢的啊，那我投给你。是吧？好好。猜拳决定前奏。新的决定前奏。哪有这样子的？你输了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就这样。微博今天全，我跟他说，微博今天全掰。闭嘴，生活人。生活。没出卖呀。先为你重新整理。微博今天全掰。好了。要运动奖金省，要玩我。有始有终。撤足后。可以一次花四本。好。没有没有，这可以的。这时候，我们如果要把它变成电脑程式的话，电脑就懂得。你要先把声音静下再讲。好，那电脑懂二进位了。那二进位就是这个是二进位的一，大家都知道。这个是二进位的二，大家都知道。好，那二进位的三，二进位的四，以此类推，就这样。所以二进位就是有零和一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画成表格了。是在哪里？你的作用是什么？哦，对，博远，你那，你继续讲。好，那我们呢有 A、B、C、D 四个，那这个是剩下的颗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 A、B、C、D 四个。不用。两个而已，先两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两个人，那就 A 跟 B 就好了。A 跟 B， 那就同学出来一下，不要害羞。那就刚刚那位同学出来一下。那就 A 和 B， 那就谁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好，那现在两位一起走。好，那现在请你们，因为有二进位，所以就等零和一，所以等零和一在表格中。就请他们随便写零跟一就对了。随便写，随便写，不要全班都表格找一下。随便。